欢迎回到博恩夜夜秀。最近韩国瑜的新闻真的很多，多到 joke 版变八卦版，八卦版变笨版。但我觉得大家都只会骂韩国瑜，都没有人愿意真正去了解他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。我是真的想要了解韩国瑜的内心在想什么，所以我特别买了这一本《跟着月亮走》。你知道拿这本书去结账需要多大的勇气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很害怕店员误会我真实的样子，所以我在结账的时候特别拿了另外一本，然后一起结。抖音完全制霸。因为我怕店员以为我太聪明，这样。所以现在呢，为各位来朗读《跟着月亮走》这本书的第一章。它第一章的主题叫做这个叛逆少年兄的从政梦。发财发财发大财，财大发大财发呆。第二章，与加分相遇。发财发财，好，算了算了。刚一定很多人觉得我在乱念，觉得书里面怎么可能真的写发财？真的真的全部写发财，发财发大财，财大。我忘记跟大家讲，这是伯恩修订版哦，所以这个。对，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韩国瑜口述，然后黄光芹撰写这样子，那我就把黄光芹一些就是他偏离原文的部分改写回原文啊。对，那我知道可能有些募资的观众非常生气，他说我给你钱不是让你拿去买这些书的。那各位请放心，我在这两本书上面花的每一毫钱都是贺龙给我的。